葡萄竣工落成，掌声鼓励。我们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的住户们。在1905年2206地震倒起的桂林区幸福大楼，经过原地拆除重建，17号起好立处。市长黄伟哲、营建署署长吴兴修向重建户住户欢喜庆祝，市长也颁发立处礼金给住户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手里完工竣工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住户的配合，也感谢两位前市长的努力，能够让见证了台南市是一个有爱的社会，台南市是一个有爱的城市。能够让这个大楼顺利新建完成，接下来回冠大楼是秉持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也希望在整个重建的过程能够重新恢复这个都市的容貌，那缝合居民心中的伤痛，那最后可以让2206社会来自全台湾社会各界的大爱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运用。